F 忙内李瑞被骚扰影片在韩国论坛上流出，他在课桌椅旁半蹲签名，上学被围堵，同学还偷拍炫耀，让 F 又气愤又心疼。一名翰林艺高的匿名网友爆料，李瑞每次去上课都会被同学堵索要签名，甚至在爆料影片中可以看到李瑞签完一整个笔记本，旁边的同学还称呼他李瑞宁，一直叫他名字，语气听起来像是韩剧恶角。还有同学散布谣言说李瑞在课堂上睡觉，粉丝觉得李瑞回到学校上课，却必须在非演艺活动时间替同学们签名，还被偷拍，严重影响他的私人空间，纷纷要求公司和翰林艺高需要尽速出面解决。网友也直呼李瑞好可怜，如果拒绝或生气，可能会被造谣更难听。希望事情能好好解决，也希望李瑞不要受到影响。